公子，公子，本爷第三次进榜了，这回是董家小姐。无妨，那就撞上去。啊！这难道就是鲁滨赛的风土人情？刚刚还在背后议论人，现在就转手送人荷包，想干嘛？啊？还念我在背后说人家坏话？我这在背后说他坏话吗？我面前说的，你没太听懂我说，根本听不懂，夸他，加装夸他，夸一直夸。哎呀，好夸，哎夸，哎。我还真听得懂。